正在办事情，然后听到这边有人在这喊，然后我这边一看，看到蛮几个小伙子，走路都靠到五楼，再靠到四楼没人。我刚好看到二楼开前门，又有几个人在阳台，刚好看到阳台那块爬上去，然后就要防着窗户爬上去，把那小伙子拖进去了。其实我在河南也当过两年兵，看到这种情况吧，是个当兵的、退伍回来的，看到个都要上。我们进门发现那个小孩家里没有人，他还在拿了一把水果刀在切西瓜。过了一下子，他家长就来了。家长来了之后，我们就跟他家长做了安全提示，要他以后不要把小孩一个留在家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等你们跟我把我生仔救活了就好了。